你吃了 Lifco 了没？很多人都说吃了 Lifco 过后晚上很好睡，好像吃 Sleeping Pill 这样子。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来，再听一下其他人的想法。妈咪，你给我 Sleeping Pill 啦？我很累，想睡觉，马上不睡觉。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大概是2个礼拜吃了，他的皮肤比较美。我觉得它好像 alarm clock 这样啊，因为我以前一直以来都很想早睡，但是通常12点啊1点我还很精神的，都不想要去睡觉。但是吃了 Lifco 它 alarm clock 它会叫我去睡觉，它就会弄我很累。然后有时候10点，有时候11点啊，有时候7点8点，有时候我会累了，然后我就去睡休息咯。所以这样子就养成早睡的习惯了，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哦。与 Lifco 的话呢，就是晚上我吃了睡觉，早上起来不会好像累累的感觉。因为通常起床啦，都会好像想要赖床的那种感觉嘛，现在对对觉对，得还好，然后而且那个精神状态可以整天都一直 maintain 得很好。精神哦，我真的很精神。该你讲，我睡觉过了2个小时。因为他本身是做点心啊，要起来一早来做点心，这样子你起身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啊，还很难起身吗？还是不会？不会，一下子就哇，精神了，我就是起来了，我没有说弹住，以前我还弹住半个小时这样子才起来。哦，所以没有赖床啊。